这是千娜老师牵起手的那一位就获胜了。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这个垫得很严重哦。对呀，我觉得是那个目光互相交换的时候，这就是来电，是不是？我看眼睛很会放电哦。对，所以我刚刚其实没有在管舞蹈。哦。这是什么节目？我们联谊节目吗？对，节目。老师直接离开了，太害羞了。娇羞了，娇羞了。将再次引爆，用音乐翻转银河，掀起全新的宇宙浪潮。TVBS 42频道8月24号起，周六晚间8点，快来跟我们一起起航。